猛男，你妹妹打架了。这一天天的不消停咋又干起来了？我瞅瞅去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你俩咋回事啊？哥，他跟我抢盆盆椅子。哥，社会上的事你少管。果然蒙家军没有怂的，我不管，我看看热闹啊。哎呀，用拳头捶他。对，这得用脚踹。女孩子不能踹脸啊，这也太猛了吧。别着急，稳住，加油啊，不能薅头发，咱是靠颜值吃饭的。咬他，哈哈，这战斗力棒棒的。哎呀呀，拽出来了，搂住他快抢，稳住，哈哈，太精彩了。萌儿啊，听说今天妹妹们打架了。哦，是的，因为抢椅子打架了呢。你是当哥哥的要劝架呢？我劝架了，他俩不听我的呢。我怎么听说你没劝架，反倒还加油呢？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那是造谣，先不说了。妈妈，我下班了，拜拜。天哪，妈妈咋知道这事了，吓死熊熊我了。